彭总老铁啊，问我这个象拔蚌到底怎么吃？说我天天挖象拔蚌、解剖象拔蚌，就是没说这个象拔蚌怎么吃。首先啊，你得有一个象拔蚌，哎，然后再给它解剖出来，用热水烫一下，再放点酱油，哎，这就是象拔蚌刺身。那位老铁你在哪？给个双击吧。喜欢大海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当你们走到海边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小鼓包，一定要停下你们的脚步，用你们发财的大手露一下，嘿嘿，有货，象螺一枚。喜欢吃象螺的扣一，不喜欢吃的扣二。如果在你手机有10%的电，那么请给小弟一个双击。来了兄弟们啊，都说章鱼哥他喜欢钻洞，我今天用了竹筒子，我看他进不进。哎呦哎呦呦呦呦，他进去了，来快给他给晃出来啊、哦！有的老铁进来就习惯性的点亮小红心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直播权限，装机别人作品容易增加自己账号活跃度。祝你们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叫海参哈，它也叫刺身啊，它营养丰富，被称为海里的软黄金啊。你吃之前把肚子割开，然后把内脏取出来，这样就可以起锅烧油了啊。记得老铁进都进来了，能否用你2019年行大运发大财的时候给老弟来个双击呀、啊？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进来的老铁兄弟姐妹们啊，欢迎来到自埋自挖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贾的很。请来的这个演员可不简单呢啊，他有绝活，他不光弯，他还会喷水。就是他的出场费比较高，他说了就必须得给2000个双击。